有点害怕，对不对？他避开那个肉羹，因为吸胎的味道。对，我刚才也有犹豫，避开肉羹。邱永先，就这样。哇，这么多，还好吧？干嘛？两口就好了，是不是？两口把它吃完呐、啊，干杯吧。没有，两口把它吃完。熟悉的味道，大哥。这个回家了吗？这个不是蚵仔面线，这是纯鱼露面线。他为了刚刚害我们没吃到，他这次表现的特别好，表现好，表现好。我这么近都看不出来到底有没有吃到，你很厉害。嗯，哎，看谁？念吉吗？你饿吗？他迫不及待。我想吃生蚝，它再放就不脆了。嗯，不脆了，倒一点。好，来吧 ，Max， 好，把它蒜都一样。身体真的好臭。两口是不是？等我。没有蚵仔，但有大肠哦。对。两口就好了，两口就好。就吃那么多干嘛？他在品菜，所以吃久还蛮鲜的啦。尾韵是甜的，好。哎呦，他演的蛮好的。两个演的都不一样，那现在我要走哪一路呢？中华东路啊。哎，顶嘴。他演中孝东路，他要喝酒店了。大哥，安心上路啊，大哥。其实两杯都一样啊。很痛啊，这边。有点害怕，对不对？他避开那个肉羹，因为吸胎的味道。对，我刚才也有犹豫，避开肉羹。你们觉得谁吃到正常的蚵仔米线？你觉得？你觉得呢？这个超难猜的呢。选一个呗。因为鱼露只要不是辣的，你都不好抓了。对啊，因为鱼露说真的，其实都压得住。可是我们的鱼露这个都下很重。我觉得我是撇除 mess， 你就觉得他有吃到？你觉得他有吃到？对，那我觉得陈哥应该比较有可能没吃到，我自己认为，陈哥正常。吴师傅嘞？邱勇撇除掉。哦。我比较偏向陈哥跟 mess。我也是陈哥或 mess。你决定，先猜拳，要猜拳，输的去。输的去，那这不是我决定啦。那你决定了，除非我输啊。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我去吃。我还是觉得陈哥去去，对，因为我们三个都有，对，没关系，重复到我们都有重复到，顶多也就变黑白照而已。这一碗吗？转过去，变一碗了。哈哈哈！太对了，真的吗？把他撇除掉。对啊，他演的不好。对啊，他演的很好，他演的很好。是你没有认真演。对。这么那个。顶嘴。顶嘴。要打了，毁了。